远射，漂亮！江景琦，这是一次绝杀球。范少雷的速度冲起来，再来一个牛魔王，漂亮！本人的第二机会，再打出门球进了，中场小将撑住了比分。跟对手到底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对比，这个当时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模糊。虽然说我当时的印象还是下半场我们赢得了很多机会，甚至我们下半场几乎是把对方摁在半场打，但是呢我也没有说特别清晰，所以我特别着急的呢回酒店就马上找录像。七夕往这边跑，相当于给他拉空，是拉空了之后他就得往那边，他要是就往那反方向，然后角球的快发是吧？对，七夕发的快发出来，对吧？刚才这是对抗，这是给身体，所以对方传的时候，你看他就没有精准。对，但是录像越看，我的信心越强，至少有三个丢球是可以避免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跟对手有两个球差距，而且我们至少应该能打进两个进球，这一下就应该扯平了。所以我当时呢看完录像，我在冷静的一分析，我得出的结论呢就是0-5不真实，而我们跟对手是有的打的，未见得说一定能赢对手，但是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被对手所击败。所以呢我们当天晚上也是制定了几个在第二天的训练当中必须要改变的一些方面，比如说门将啊，门将是必须得冲击啊。第二，这个对抗必须得敢于贴身啊。第三，角球必须得充分的利用好。徐根宝指导还跟你们当时讲的，第一人品，第二是胆量。我昨天从有一些队员的眼神里面我看到了胆怯，但是从更多的孩子眼睛里面我看到的是战斗，所以从现在开始啊，胆量我将放在第一位，没有胆量的人不能上场，不能上场，不管是谁。走下一个。嘿，不要笑人真，你先让你能用出来一些，走，对，抓住长点身体，壮子，后面捡回来给我。你老是给他三四米距离，人家拿球过来给你，要过你跟着跑，你当国民护卫队，跟着那个总统那车在旁边，嘟嘟嘟嘟嘟，最后人家到首相官邸了，人家进去了，你在门口。他们是不是想都想故意踢人吗？不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不能踢得像姑娘球一样，你得有战斗属性。三公四将，加油！加油！加油！给我逼着！别传！快！快！咱要找这样的节奏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小龙。一起站站着那个哎撒我想好了罚，想好罚上来，哎呀好球什么，我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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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那个球过了这条线，听懂吗？外向，外向者身高高。下呀，你干嘛呢？八个球。
哭什么哭又哭啊？来，我问你们啊，我告诉你们，我们在职业队的时候，非常希望教练这样对我们啊，哪怕骂我们，你看着我，为什么？因为是对我们狠，因为他觉得你是有价值去培养的，他才会理你，知道吗？听懂了吗，魏主任？他觉得你有天赋，你有空间，他才会这么对你认真。要不然你不做，我都不管了，第二吗？老外，我去，动我干嘛呢？还在我身上吗？我脱个袜子。你一天多少累啊？我拉条筋。拉条筋，放松放松。魏子阳，你的柔面能怎么改变的？改变的。小点声。还有三分谁扣分？来，靠左边走。你不要在我们身上的建筑。就是非现实的一种奢望。你认为我们来这儿把德甲的梯队全给平汤了？知道汉诺威九六为什么叫九六吗？因为是1896年成立的，所以很多的东西呢，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超越的。但是有一句话呢，我一直很相信：实力归实力，比赛归比赛。希望明天吧，我们能够为大家呢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战斗会很艰苦，因为三场比赛，我们决定呢在明天。战斗到最后时刻，打光最后一把子弹。还记得皮克有一个手势吗？这个手势知道吗？简单，皮克对皇马人会经常伸出这个手势，什么意思？因为巴萨曾经5-0赢皇马。那么你难道认为皇马跟巴萨会有5个球的差距？说这次德国之行，你还有5个40分钟。来向所有人证明，你们作为中国足球小将是可以不断进步，是可以勇敢拼搏，是可以不畏强敌，是可以争取胜利。只要你们每个人让我看到最好的你，勇敢、坚定、果断、冷静，那么汉诺威我们是可以为了汉诺威。我希望看到你的铲球，就像今天你铲矿肉门一样，能踢出去的都要铲。为什么？要让对方知道中国人、中国孩子是敢于对抗，是不怕摔的。所以，我们这个队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主力和替补之分，只有说能干和不能干。你能干，你就上去干。一起迎接新的一天的阳光，也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也一起努力迎接新一天的胜利，好不好？好。拿到了这个球，裁判没有想上，有远射机会，打门再补，小胖在门前浪费了一次非常好的补射的机会啊！曼卡来罚这个球，找一个前点，这个球很危险，球进了。门将挡了一下，再打，禁区当中一片混战，小胖再打，还有机会，这球还是没进呢，再远射。突然进去里面打门，又错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啊！后来前场1-1，直接一个变向再打，空门的机会，这球又差一点儿。当然，我当时呢就跟他，在去训练场的路上或者回训练场，从训练场回来的路上，我老跟他聊，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玄学吗？玄学就是你一个前锋平常老进球，但是突然之间有一段不进球了，那么。他离接下来要进球呢，就是越来越近了。
况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之后，给万象有打门的机会，万象打门，还有这球进了，邝兆雷扳平了比分，911组合重现江湖，出现了脱手，紧接着小邝上去一脚补射扳平了比分，场上的比分变为1-1平。出现机会一定要冷静，在门前，这是第一场，可能我们稍微有点紧，下半场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听我说，他们除了一个角球啊，还是我们的乌龙吗？是吧？没关系啊，大家助攻漂亮耶、yeah. 这球怎么样？这球怎么样？还行还行，绝对可以。记住啊，保持冷静啊，一拼到底，哨声不止，战斗不息啊！中国足球小将，加油！上，来来来来，快跑！我们看这次吕梅昂的单刀机会被放倒了。邝兆雷进去了，单刀的机会打门，还没进啊！小邝今天怎么吕梅昂才打？还有远射，这球还没进。天哪，今天中国足球小将获得了太多的机会啊！孔令荣再一次突破，横传再打就进了，成功的角球配合，由张静琪把球打进，场上的比分变为2-1，中国足球小将反超了比分。这样可以说，中国足球小将基本上能够把这场比赛的胜利收入囊中。左侧替补上场的门将，这次的没有扑救到这个球，3-1，中国足球小将再次扩大了比分。而白梅的反击从左路的突破，孔令荣的防守非常精彩。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应该所剩时间不多了，不过这个时候应该白梅扳回了一球，又是小球啊！禁区里面只要他拿到球，肯定是很有威胁的，小心！啊，这个球应该白梅扳平了比分。江锦琪直接起脚远射，就是舒尔特差点有脱手，不过这个球小邝就完成了抢断，追到这个球，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后点，一脚撞射啊！南子勋回给孔令荣，孔令荣分右边，魏子勋一领，再给里面小邝拿到球了，没有转身，江锦琪远射漂亮，江锦琪这是一次绝杀球。在门前机会把握的时候，像冰箱里买的那块巧克力，咔！4-3，中国足球小将再次超出了比分。中国足球小将的队长江静琪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把这个球打进了球网。比赛最后时间，中国还有机会，怎么样拿到球？再远射！球在我们里面打，球进了，吕梦阳扩大了比分，比分变为5-3。足球比赛有的时候确实有这个运气啊，但是我仍然觉得像我们那场比赛最后能够赢下来，其实还是我们的实力或者是我们的表现要比对方好，但是因为我们呢刚经历了0-5。然后进入正赛第一场，其实发挥的呢也不是说很稳定，错过了很多机会，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完成2次的破门，然后5-3击败对手，也让对方呢好像教练有点这个失态啊，但是从那一刻开始呢，我觉得队员的这个信心呢就开始增强了。Hey!
哦，这个太高了。